好久没有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了。那现在是美国东岸最漂亮的时候，怎么说呢？因为是秋天快要结束了，然后呢，树上的枫叶还是树上的树叶呢，都开始转黄了。再接着呢，树叶可能就要完全的掉落了。所以我们把握这最后的周末，拍拍美丽的景象给大家看。OK? You want to say something? We are going to take a nice little walk today, enjoy, and we got the news that my daughter is pregnant, so we are going to be grandparents in the month of May. Let's enjoy. 好，那就跟着大家来看看接下来的风景。好啦，我们开始啦。这是我们住的 Arlington 和 Falls Church 中间这一区。你们看，风景是很美。今天路上特别多人，那我们就会随路看着所有的树叶变黄的，好美哦！等一下会有更美的地方，我们再来看看。Bambi, stay still. 然后 ，Hello. 啊 ，Bambi 怎么在那边尿尿啊 ？Let's go. 好，然后有等一下更美的树叶风景，我们再拍给大家看。可以看到那边好多人哦，在打球做运动。这是一个比较 long 的 view 哈，有没有好漂亮？等一下还有更漂亮的哦。那这个步道蛮长的，然后每一段都有不同的风景。刚刚是比较像运动公园的那一区，那这边就比较是偏在林森林里的那种感觉，也是很不错的。那刚刚可能有一小段没有拍到，没关系哈，再次让大家欣赏一下。来，继续看。本体，你刚刚已经在那边尿尿过了，不要再过去那边了。什么？妹妹？这比较偏高冷地区哈，我们在季节替换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那再过一两个月，这个树叶全部掉光了，我们就期待迎接冬天，那时候会看到下雪的风景，我再出来拍。我们今年可能会去住在滑雪的山庄，可能会住一两天。那时候会是圣诞节，然后凯琳刚好要满18岁生日，也许我们Thank you, sorry, yeah, thank you, you're welcome.对，所以到时候
One more coming. Hi, hello, how are you?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拍滑雪的，因为我好像还没拍过滑雪，之前有做一些滑雪的图片在脸书上分享，可是目前还没有什么滑雪的那个影片，那现在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就11月、12月，其实都还蛮忙的，就是女儿在 senior year 真的会比较忙一点，然后再接着就是圣诞节啊，然后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像有在影片中说他女儿怀孕了，他的女儿就在科罗拉多州，那我们明年1月会去看那个，帮他办一个 baby shower， 还有一个小朋友的 gender reveal party， 哈，我们到时候再拍给大家看。好，那我们就继续走吧。我喜欢这一区耶，好美哦！你可以看到有人在树下看书，然后我喜欢地上的树叶，好美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拍摄给大家看的影片哈。我们就会继续走，继续走。然后，可是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的影片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美国秋天的风景。好，那下次见喽，拜拜，拜拜。